24年前追女神书网上爆红，追女仔唔一定要听佢讲嘅，不如睇下 hit 到爆嘅怎样征服美丽少女。封面系靓啲嘅，但系和港冚天书啊！如果我早啲睇到呢本书，我应该唔使兜咁多路咯。神作啊！呢本24年历史嘅追女神书，一开始啊就教追女仔先要鼓起勇气。话好多女仔表面好冷淡，其实啊系想男仔做主动，但搭讪之前最好搞搞个头啦，因为女仔会最先注意发型。靓唔靓仔都唔紧要，最紧要就温柔体贴。鍾意玩乜不妨讲出嚟啦，因为女仔最欣赏兴趣多多嘅男人，仲会主动帮人加晒分啦，间唔中赞下个女仔靓，更加会令到佢哋心花怒放噶。本书仲讲点解美女嫁丑男，展示女生心理。近日本书出现咗 PDF 版，几日之内就俾人 download 5000几次，唔少网民仲跪求出版社再出版，希望买本俾仔仔睇啊。不过有网民话呢、這个时代啊，已经唔系单靠勇气就追到女仔噶啦，仲要学识点样征服外母，买到车同埋楼先得噶。